这班全部零食，零食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个日本零食，好像奇奇怪怪的，放什么鬼来的？看它好像很随意一样。这个是这一个来的。chocolate。这个。这边的是草莓口味。chocolate， 让我们吃呗。好看呀哦。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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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已经等不及了，是不是？等不及了，等的就是。哇哇哇！我要我自己吃。哦。来，要拉的。咱拉鸟啦。嗯，好吃吗？什么口味？宝宝吃点。很香的。嗯。那第一口宝宝。啊，冰冰的，凉凉的，这样子哦。点点吧。嗯。很松软。很松软，是啊，松松脚，好睡觉。油不是很甜腻啊，很好吃一下。妹，你的好吃没有？好吃没有？好吃。不同口味，我们再重新介绍过吧。好，这是 Coca-Cola 的 Coca-Cola 口味。Vanilla 口味。Hello Kitty。Hello Kitty。走吧。好吧。这个是 Coca-Cola 口味的，它里面全部都是 Coca-Cola 的，只是有一些呢，它是有一点点酸，比较酸；有一些呢，就可能比较甜一点点。它里面总共有四种口味，是这一个哦，这是这边开的。好可爱哦。好吧，现在你要吃妹妹要吃什么味？你刚才吃葡萄哦。你刚又是葡萄。好吧，吃 Orange 的。Orange 这样好吃，会 red 的。我吃而已，吃到。Orange 刚好我们一人吃。哎，你吃这个啊？让我去吃。刚刚吃的。我也想吃这个，很香，很好吃。但是，哎，我忘记了在哪里。啊！这个怎么每次一开就 boy？ 然后又发出气泡了。这甜很高。我刚吃的是这个，比较甜一点。刚才有了一个的，里面是有一粒粒的。哎，我可以了呢。一粒粒是青色，这个，这样是瓦尼拉的 ice cream 糖纸，但是很可爱的哦，你看一看。嗯。它里面都是酱的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？等一下。吃我的嘴巴。看你嘴巴都破。那你吃了一。哦，你都吃了的啦，这样快的。可爱的，你看它里面是有一个很可爱的那个小冰淇淋，上面是那个瓦尼拉口味，下面是很像焦糖的口味。嗯，好吧，我们去吃了。我打了过了，没有干杯。那你给我干杯耶。嗯，那是很香的呀。嗯，这个蛮香。对不对？这个不会吃到很香。还剩一点点吧，原本是很多。送小孩子也很可爱，他们也很喜欢。赞这个，Hello Kitty 的，它有三种口味，里面有葡萄，还有苹果，还有一个的就是柠檬，你们选吧，你们要吃什么口味？你看里面它还有附送一个这个卡，你要 try 葡萄的吃，柠檬一点都不错，不会很酸啊，是哦，你感觉妹妹的有，吃掉它，丢掉，不掉了。妹妹，你牙齿有洞是不是？所以一直掉了啊！看看，看看你的牙齿，咦，牙齿有洞了。这是什么软糖来的？这个是软糖，好吧，我们看一下。哦，它的设计很特别一下嘞。你看，它这边有一个推出去，然后它好像拉拉链这样的，你看啊。哦，很可爱耶。拉，哇，哦，去开这边里面哦。我要软糖。哇！哦，看一下，这件是软糖。软糖。哦，看去给他们看一下，很可爱的耶。好的，很不错。很可爱。大家只是一个米，没有了。米奇老鼠的一个形状，要六眼睛一只的。啊，给米米了，米米没有得吃，哎，不看我吃。多多啊，要很包算。哦，好可爱。香香哎，还是软糖比较好吃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再吃另外一个新的，这是苏打口味的。苏打，苏打，苏打，
这是苏打口味的。什么口味？然后也是可爱可爱的小喔喔。好吧，开。小奶蛙开。什么怎么会开？啊，这口呀，啊、是不是开？看看，是个什么糖来的？哦，也是软糖来的。耶，你看那个是猫猫的手，猫猫的手啦，啊，猫猫的手。哇，秀的话，不可以。秀的话，那味道就好像差一点点。还是 Mickey 猫的。好像 Mickey 猫的比较好吃。好吃吗？耶，你看，是那个样子。吃的话就差一点点，不是很好吃。啊，这个就不用什么鬼糖纸来的，好奇怪，好奇怪的糖纸。我们是要把挑战一下，这个是撮合口味啦。这个它是写超级柠檬口味，应该是很酸很酸的。我觉得小爱要，你们要吃很酸酸的。小爱要，小爱应该，我要吃这些罢了，这些罢了，我看了，你不要吃啊。快下啦，快下。有点像那个臭味，我又来捣蛋了，又吃这个了。捣蛋了，捣蛋。有点像臭完的那个道士。你又来偷吃这个，说的。嗯，这个一嗅就知道是。那我看一下。嗯。啊！捣蛋。真的。真的。你吃。你吃下。阿妹已经吐了。来这个。再呕。没有。不然是喵妹妹一直咧咧咧，好吃还是不好吃？哦，哎，有这样酸吗？好酸，好酸，好酸！你的表情现在就是像他这样哦。这个汤子应该是拿来玩啊挑战，或者是玩那种骗人的才可以的，因为它是超级柠檬口味。很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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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准备吃下这个，应该就是这个。OK， 你们吃了这么多个糖果，你们觉得哪一个你们最喜欢吃的呢？妹妹姐，那个很酸，哪里一个？那个很酸，这个哪里是很酸？这个很冷很辣、啊。还没有试到这个，你妹妹你觉得呢？可乐，喜欢可乐，妹妹喜欢吗？很喜欢很酸，里面有吃的嘞。Hello Kitty， Hello Kitty、啊、现在我们呢就一人，我跟我们男子组的就挑战一个，然后女子组的就挑战这个，我们看谁能做到比较成功。Give me five， OK， 一定，妹妹你跟错了 ，Give me five， 都不要你先打，听他们 ，OK， 我们去开始吧。现在先要剪好杯汤匙 ，OK。好，就剪好，分成几个。哈哈，我们开始制作喽。再来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怎么开始做料的了？然后，拿妹妹打粉，打粉进去。哎，不可以先啦，这个还不备好，还没有好的。等一下啊，我们，你小心哦，你小心哦，我还是扶着你的手先。还没有好啦，还。你给狗狗喝，给我水一下。颜色。爸爸没有洗手。他的手很干净的啦。雅哥，你这么爱的投资啊 ？OK， 这个打来这边，打到那个线啊，就 OK 了。六桶子 ，OK OK， 其实挺好玩一下他们的东西。是啊，不一样。妹妹，你不要再偷吃啊！我就一直吃。你们真的是我们的帮手吗？我们都地球烂鸟，地球烂鸟。
突然间地球烂掉了。来，我不应该给你炒。妈咪已经失败了，来，我们做两个，一个做一个做做四个，两个 donut， 两个 flower 的，按。我要做 flower 的。好，按进去，快点按。弄好了，已经弄了一个圆圈，一个花花的形状。爸爸。好。来，现在我们加 topping 来，快点。怎么？你够了啊！你怎么整个嘴肮脏脏了？来，我们撒 topping。那这个 topping， 巴拉巴拉巴拉。好，差不多要成功喽。好，我们完成啦。原本很美啊，你看那个水水捣蛋，加粉变成不美了。我的美吗？好了，我们试下口味先。等一下，我们首先吃到那先，爸爸那边的先。我妹妹要什么口味？做梦里面的很像软趴趴的。我要的。可爱弄模型的时候美一下的。是啊，没有让他们自己乱乱夹的。妹妹有什么口味？也是巧克力啦。啊，爸爸就这个了。哟、oh, yeah. ，哟，你看他们的，哎，一看就知道味道到哪里。不好吃，不好吃咩？这个不好吃。讲好好，好吃还是不好吃？还不差啦，味道。还可以啦，爸爸做的嘛，软软好吃。很好吃的，很好吃的。最主要日本的啊，他们日本的那个草莓或者是巧克力酱都很香很甜的，不是很甜，就是不会很死甜，很香很。它真的是香草草根巧克力的那个味道。我要吃乌龟的，是的闺女。好吧，试下妈咪做的吧，跟妹妹。妹妹要什么？对比啊。我要吃哦。爸爸就吃毒蘑菇。哦，好嫩好软，好吃啊！耶！这个是的。这个好吃。有毒，有毒。上面那个咬一粒粒很，你在自导自演干什么？想知道？你觉得谁的好吃？但是我觉得多的比较好吃。我也要吃，我的好吃不好。好啦，我真心讲啊，美观呢就是我们的美。如果讲味道，就是你们的好吃。多的比较。味道比较，这个有点像苏打味，也是。这也是太甜。苏打味，倒了，倒了。妹，你觉得谁的好吃？我们的还是爸爸？你的好吃。我喜欢爸爸做的。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去订阅、跟点赞和分享啊！下次再见喽。按一下小铃铛哦。拜拜。拜拜。我头疼去了，我头疼吃了。